麻烦上来领奖好吗 ？B 组第一名六号 Jamie Lee。麻烦那个到旁边好不好？请问一下，你们在旁边照拍照好吗 ？OK， 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进入今天大家比较期待的哦。刚刚是分组的每一组的第一名，接下来的话呢，是我们这一次的冠军、亚军、季军以及最佳表演奖、最佳台风奖跟最佳人员奖。那在这里的话，我想我们刚刚在里面计算分数的时候，真的是竞争激烈。好，我们先请张教授麻烦帮我们颁奖好吗？然后邵老师在吗？好，我们先颁发最佳人员奖十号 Lily 包，最佳人员奖十号，我们掌声鼓励。几乎是一面倒。OK， 七号 DJ， 好，那再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有来奖金跟奖状。哇，哎，张教授，麻烦继续，重头戏喽。那个，我想请。冠军、亚军、季军的、留在台上，好不好？来，张教授这边。那除了有奖状之外呢，还有奖金。那我也请待会大家留在这边，以后我们在这边一起照相。好，季军第三名，总成绩413分，三号七叶。恭喜。亚军，这一次真正来讲，在冠军、亚军，我刚刚跟林老师在算分数的时候，成绩真的相差非常非常细微。我相信你们大家心目中都有你们的人选，所以呢，我们特别把成绩总成绩算出来，那当大家了解说，真的是我们按照成绩来算。亚军七号总成绩430分 ，DJ， 我们恭喜他。好，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时刻，大家都很期待哈，很紧张。我们今天这一个第一届尊爵杯卡拉 OK 歌唱比赛的冠军得主，总成绩433分，一号张宏瑞。张教授以及今天的评委特别帮我们在这一次进行了这么精彩的一个活动。那接下来我想我们 continue 我们的这个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请我们AHSA 的主席也是 Bravo 的负责人浩林老师帮我们颁发一个感谢状，谢谢这一次我们的裁判评委，从试音会到初选到复选一直鼎力支持我们，我们谢谢张湘英张教授。好，我们继续会一首七分多钟的华尔兹，之后我们就要进行今天晚上的晚会表演，除了今天得奖的参赛者都会重新回到舞池，那我们也有今天有非常多在场，我想大家都已经期待很久了，有非常多来自各方的唱将，以及非常多人期待的哦。既然你们当了裁判，对不对？最后怎么样露两手给我们看？所以今天的压轴好戏让大家期待。好，我们。
七分钟之后我们舞台再见，谢谢，恭喜。